现在来到了十分瀑布，距离上次来应该有4到5年左右。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有巧遇2014年跟团认识的朋友，他们一家人过，所以我上次来应该是2017还2018。但是我记得我不是走那一个步道来的，不是走两个吊桥，而是有走中间，从中间穿进来。在这边很平静的水，结果到这边就整个下去了。这边有公厕，然后那边有卖店，可以买香肠。我记得我有下来看过，接下来要去另外一个展望台拍摄。以上。